天哪，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晕到翻，吐了，但吐不出来什么，因为没吃东西。你要吃吗？那你都这样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个人建议，嗯，李先生已经这样了，但是剩下的人该吃饭还是要吃饭，对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已经这样了，李先生已经死了，你们该干嘛活着该干嘛，说的有道理。李先生，那您先死着，不用管我，我吃会显得我很狼心狗肺。但是我们家就我们就这样子的。好吃好吗？今天做的海带也都吃饱了。嗯，我都吃掉，你放心。这个味道很好，好像爆炸。对，沙发好像好像爆。这样我才觉得值得。嗯。我爸爸娘喝点水吧。现在晕车晕船都是一阵一阵的，好一阵不好一阵。你还冷不？冷。还是冷吗？把手给我。嗯。哦，好暖哦，好暖。你手好好暖。我要进来暖一暖吧。哎我有这么肉包了的时候啊。难得我照顾你一次呢，是不是？晕船，我一直摸他手，都是很冰的。没有时候是他比我冰的，他从来都是我的暖宝宝。船这边突然间有好多海鸥在围着我们。躺在旁边吗？好吧，现在几点了？四点。好一点吗？好很多。你特别喜欢看你的眼睛吃到太阳的时候。这颜色特别浅，是不是？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leaded with you,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, 等一下就好了。我本来想美美的带你去看日落啊，然后就超级浪漫的样子，结果把我自己搞得真的是，对不起，没有好好陪你。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次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，不要那么贪心，人生还很长，好吗？哼，你一次性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，那以后我们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说呢？还有别人晕船吗？还有别人晕船吗？只有我吗？好丢脸啊！啊，丢脸啊，丢脸！哇、啊，你活过来了，我妈妈。嗯。你好，对了吗，龙宝宝？我好了，彻底好了。